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Just type,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日前，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索卡洛广场上举办了一场当代艺术展，摄影师们为人们呈现了一个人与动物和平相处的神奇世界。本次展览的主题名为《灰与雪》，展览共展出了50幅照片和3个电影短片。展品为人们呈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，人和动物彼此和谐相处。画面的色调呈暗棕色，照片使用的是产自日本的再生纸张，和展馆的整体环境融为一体。摄影师说，他希望用艺术的手法创造一个特殊的空间，让人和动物跨越不同物种之间的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。Repeat after me 十。十。